表现还蛮算，这还算蛮满意的，因为大家如果知道我前一天的彩排总彩排的时候那种很乱的情况呢，今天真的和就是非常满意，因为在很多一些特技上面的表演呢，比如说跳那个圣台啊，爆玻璃啊，还有一些水的表演呢，其实大家都到今天都还是不太确定，真的是100%安全的，到就是过了之后，真的每一个表演能够顺利了，感觉就是很开心了，而且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在这几个月当中，我有努力的学唱歌，有努力的学跳舞，今天可以真的表演给大家看呢，而且就效果自己也觉得还 OK 啦，是很开心。前两天就生病了，然后我就立即去医院的打针，打了一针感冒的针，然后就在总彩排之前呢，我就不停的睡觉，因为大家都忙着跳舞啊或者是排练，我自己都觉得很累，就不停的睡觉，因为其实我的病也是因为缺乏那个睡眠而引起的，所以就那时候就已经病好了，那现在就很幸运的，可能真的有神保佑我，真的没事了。演唱会比上一次的演唱会性感度了已经减少了很多，反而我会希望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可能就是表现舞蹈啊，或者是各种舞蹈，或者是整个演唱会来看呢，那自己觉得最性感或者是最感到有一些紧张的服装就是那个旗袍，因为呢大家如果看得清楚一点呢，其实里面我只穿了一个内衣裤，而且是红色的，平时我都不会穿红色那么艳的，好像鬼一样，很漂亮，而且整个造型也是好像一个中国娃娃一样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对这个造型是最感到新鲜感。那个跳那个蛋台了，其实我之前已经试过几次，到今天呢，大家都因为就是害怕我害怕，就他们就将那个蛋跳的那个掌根呢，拿小了一条，到最后呢就比平时的跳矮了小小了，因为他觉得第一场应该所有东西都安全为主。那到可能往后的场数呢，就慢慢一条一条的加上去，越跳越高。